和出来的成品谛听你见过吗？堪称炼妖界的天花板，一波炼妖血赚50000块。本期视频的主角是这两只宝宝，一只11技能泪妖和一只6技能谛听。谛听技能不要求太多，只要9技能以上就能用了，最关键的是关照万象要合上去。首先是给这只11技能泪妖电书，目标是把大法小法和法连劲爆等电上去，这样如果合出来谛听就可以少打几本书，增加打成的几率。经过一番电书，泪妖终于电成了，四大法书都在，还有法连和一致劲爆等。如果能合出带关照万象的谛听技能会很不错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合。你预测十技能谛听，但是没有演，你预测的不对。翻页谛听演在第二页，最后合作一遍技能，法波不冲突，雷击不冲突，四法术不冲突，敌法爆出谛听不冲突，关照万象，6+11炸，合出了谛听主手，成功了一大半。OK， 我直接能用，直接能用9技能用关照万象，我两组炼妖，我人麻了。这只谛听直接拍须弥上来，他妈五轮高进爆加低法爆再加一致，我靠，这他妈九技能这也行。最终老王跟藏宝阁进行了对比，这只九技能半成品谛听类似的摆价差不多50000左右，这波可以说血赚了，恭喜老板吧。你有病。